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八愿，来烟供功德，那希望各位从心也发个愿啊，这一辈子尽未来际，我都会去上供下施利益众生的，而且我要尽我最大的力量影响别人，因为大家都在点香，门口香、家里香、祖先香、拜神的香，那如何把这个香成为一种上供下施菩提心的修行，要弘扬，因为我们台湾人大概都会点香啊，那点香产生什么样的观念，产生什么样的功德，大家念一下来。一，帮助鬼道与非人，鬼道与非人之众生多有饥馑困乏的痛苦，烟供对于中阴身及恶鬼道的众生和累世冤亲债主有很大的利益，能免除其饥渴之苦，此外对亡故亲人有着更大利益与帮助，对刚往生的亡者七七四十九天之中有着最大利益，因为亡者已无声相，无法取得饮食，只能以闻香为食，因此烟供对中阴身之亡者有很大的帮助，既可为亡者做上供的功德，又可令亡者获得利益。所以希望大家多去殡仪馆，一个人不敢去没关系，要邀几个善友一个礼拜去一次两次，因为殡仪馆纳骨塔都是，特别是他们刚往生呢，四十九天之内最饥饿啊，那个时候最需要闻香啊，然后闻香借那个机会给他念佛号咒语超度他啊，这个时候他最迫切嘛，所以各位要经常关怀，特别去助念，助念的时候烟供香带着，也给家属啊，因为这个人刚往生了，冤亲债主都要来讨债啊，会借这个机会呢，除了供香给往生者，更要供香在外面，让冤亲债主啊吃饱了不会讨债啊，功德回向给他，借这个机会告诉他轮回的道理，送一部白话地藏经的书给他哦，地藏菩萨的 DVD 因果的故事，我想对方得到你的帮助的时候，就是他很感恩，这个时候最容易度到他，我们无所求了，就是希望他懂得佛法。但是各位今天晚上好不好吃，那你要想到众生有没有吃，所以刚刚我们要吃之前先做完了烟供施食，因为众生很苦，特别到了晚上那些咽口鬼一直吐火，这些世间饥饿有人在吃东西，一出声噗，他就吐火，他就吐火，他就吐火啊，烧到整身躯啊，咱愈吃愈吐火，这样。所以你要帮助他们消除饥馑困乏的痛苦，那随时都可以做，河边、岸边啊，你家外面，甚至窗户打开点一支香啊，今天也会再跟各位结缘两包啊，
一包甘露香，一包椰香，这个很贵的呢，一包120呢，免费结缘呢，就是希望大家点香。那你想想看，从北到南几万人，一两万人，一包120，你乘乘看啊，所以那会计都找我麻烦了。海涛法师有没有度啊？免费赠送，我说会了，人家会护持的啊，您听有意思不？对不对？所以因为我跟他说会的，我们成立国际烟供协会，正式成立以后，人家会护持的，但是先做再说了。哎，但是我们永恒的做，不会倒的啦，因为这是慈悲。一卖光了，一根香倒一个贵的不得了啊，何况一根香还倒百贵的、千贵的，对不对？随着你的发心，就度的不一样的众生，对不对？你念短的仪轨，烟供仪轨，一分钟；你念中的仪轨，长的仪轨，随便你。你要一支香，念完一部地藏经，更慈悲。但是你可以帮助他们，还有小包的啊、所以大家帮助鬼道与非人，好不好啊？那你就没冤亲债主，记得回向给祖先哦。非人包括你的祖先、冤亲债主啊，家里只要有人往生，亲戚朋友，你就帮他做。因为你不做都不行，为什么？你不做，他来找你，因为你会。还能听到我？因为你会，你听过海涛法师讲，你参加过湛严法师的甘露施食法会，你会而不做，你太不慈悲了。但鬼不管你的，拉着你，你会，你会，拉到你天亮啊，咳嗽加发烧啊。那你为什么不慈悲一点？慈悲一点，无障碍就没有障碍了，对不对？不可思议了，慈悲无障碍，法力不思议。所以希望大家发个愿，天天做烟供，好不好？行，不做打屁股啊！这是我们发愿的，我们一出家就发愿的，天天甘露四十，不做就忏悔。为什么？因为行菩萨道啊，你不能说，哎呦，做。鬼很多，所以不要做。哎，你太不慈悲了，讲这种话。鬼本来就有，跟你做不做没关系。但是你一做，他有超度的机会。当然希望越多越好啊，越多越来，心力后干没拜，哎，探功的宅，对不对？但是无量无边都可以普覆了，没问题。你只要念仪轨。第二，来解除怨敌。所有六道众生都是我们过去生的父母冤亲债主，我们应以欢喜心去利益他们，共施六道众生和冤亲债主，可以清偿过去的业障。所以说啊，你不去做，他会不会找你？解除冤敌是你明明知道你应该做，你应该发菩提心做，结果你不去做，他就来拜托你。所以所有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冤亲债主，不要被动，要以欢喜心去利益他们，为他们上供下施，那也可以让自己更快乐。所以与其被动被找，还不如主动慈悲，好不好啊？这就是佛教。与其被业力伤害你，还不如以愿力超越它，对不对？所以愿力越大，冲业力只能在后面帮你垫石头啊，让你坐楼梯啊。你一停止利益众生啊，业力招来讨金，那你就躺医院吧，坐也坐不来，后悔来不及啊。所以各位，佛法是这样，不进则退，而不是说啊，我卖走您走头，你卖走您周身就来了，卖走周身赶快该被死，对不对？难得听到这么好的法，我人家要超度啊，你可不可以超我？所以各位这一点啊，那要主动解除。因为什么叫菩萨？来，欠众生债者名为菩萨。这世间只要有一个众生未超度，都是你的事。你要睡不着觉，苦得不得了。就像妈妈在流血，你没办法帮助她，菩萨要有这个心态，而不是想自己要得到什么啊。你不要想我喜欢那个，那太自私了。众生需要什么，我先去做，那你所谓的自然得到。所以主动的去做。所以我们大乘佛教，特别汉传佛教，最重要的是天天都要施食。
一天念阿弥陀经，一天拜八十八佛，但是天天要甘露四十，小甘露、大甘露，小蒙山、大蒙山。但是这个烟供又太方便了，对不对？备完以后供养三宝、护法善神、六道有情、冤亲债主，又差了，嗡阿訇，改过了。你念有看到吗？过念几遍，供养三宝，供养护法神，供养六道众生，北部众生，冤亲债主，嗡阿訇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你就回去了啊！但是你要念圆满更好啦，更细啊，更细微啊。像这样，不要不慈悲，这个世间众生苦都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你要解除他的痛苦，那解除烟蒂啊，也不会来障碍你。第三，来清净恶业，借由烟供恭请供养诸佛菩萨。以及护法空行众，令其欢悦和赐加持，远离人与非人害。其他如噩梦、灾祸、预兆不佳等不吉利的事情，也可以得到清净。啊，你一做烟供，供养诸佛菩萨，诸佛在加持你。你一做烟供，负面的都给它净化。所以各位记，咱屏东起鱼、起龟、起鸭，就这样，拜托你。起鱼的所在，暗时去点一支在遐，晓得无？啊，替他供养诸佛，特别保记住来。这个烟吹去，四支的鱼啊，得到超度。起低的所在，嘛个插一支，好唔好？你若无搞，你做你个陈奎龙体加雪鹰体，佮包一百块你，都贴你，掐钱，安尼啊？你啊，定来去点啊？因为起低、起高、起啊，你拢爱去个超度，因为我们能够放的有限。但是要救的是无限，好不好啊？哎，有些年轻人找我师父无头路，你一天去给我做二十遍烟供，一天给你两千，一个月就五六万，我讲别开条，对不对？用钱我都要花呢，为什么？赶快，我们这个业务量很大了，缺业务员啊！助念一次1000块，助念两次2000块，没关系，就怕你不去念。要钱给钱，但是要动。要利益众生。事实上各位，你很慈悲，那你就福报很大，什么贷款什么欠款啊，这个都没问题的，了解吗？真的没问题。你卖欢乐钱，欢乐你有主逼吗？卖斗病，不要把佛教斗病，我是为钱的做代志，卖安的想，为了众生的做代志，众生的斗病来好起立。今天你把一个孤魂野鬼超度了，他知道你现在欠50万，搬500万给你，有心吗？开玩笑，他做孤魂野鬼要170万年受苦，你一下把他带去极乐世界升天，他不颁给你吗？真的，你要相信，只管慈悲啊！所以你做因供可以把众生的这些恶业消除掉，又能够诸佛欢喜。第四，来健康长寿，因为许多疾病都是由于过去的恶业所产生的，因为它是宿债。是需要偿还的，偿还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做烟供，可以减除病苦，得健康长寿，还有鬼道与非人众生所引起的疾病以及其他等等的障碍为缘。比如说现在有人得到绝症或癌症，无论如何吃药治疗也都没有效，在医疗同时也可以透过烟供的修持来治疗疾病。慈不慈悲？现在人生病就这样，得各种的癌症、精神病、精神病院太多了，所以各位你千万不要懒惰、不慈悲、不做，天天要做啊！生病来了，痛苦来了，就是人家来讨债了，这个债不是一天积的，慢慢的嘣就发作了，开了就宣布什么重大疾病、癌症啊，每天化疗、开刀，哎呦，痛苦的要死，全家都痛苦。那各位，你为众生做，你没有那个问题，你懒得做，就你的亲人开始生病了，了解吗？与其被动，不如主动。所以愿众生都健寿、健康长寿。所以希望你家附近的医院，麻烦你车子欧多拜经过。边也无人，甲插一根香，好唔好啊？回向我大病院每一个人。你有些人医生，我劝他都不做，无恙无恙。那一天有一个说，医生讲，我著逐天放心做烟供，所以病拢好个。医生佫笑，安尼我著失业安尼，我著免做安尼。
我来医生讲，无鬼也相信了，连你嘛唔相信嘞，佮讲一种话啊。所以，但是我们继续做。所以每一个病人，各位拜托佮佮插一个把号，插一根香，好唔好啊？因为你当作病人是你的，咱到门口，咱嘛插一根香，佮即马佮怎样演讲，过去就咱好兄弟，即马变成上供下施，咱到要好啊。每一间厝嘛，咱到好好门口佮插一根，好唔好？哇，是囡仔卖跋倒啊！好啊，读册啊，辛苦无完清这主啊，一家也把个超多啊，所以各位业务量大不大？哇，你还给他一倍哦，我差不完哦。啊，还有技术咯，我袂使方便哦。哎，然后呢，头前袂使插后边哦。哎，我个肚子袂醉哦，所以我到美国去就是这样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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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总有方法。不行了，都不能点，那我放饼干就可以。调光去买了，足香的，还可买麻油个倒了，呜、哦，风吹了拢麻油。那麻油也是烟供啊。然后呢，那个饼干很香啊，他们外国人做那个饼，一打开，哇，那个味道，对不对？香，味道香，饼干给鸟吃，味道不是给孤魂野鬼，这样也可以做啊。一下饼干的小鸟全部海鸥全部吃掉了，一点也不剩。小鸟全部吃掉了啊！所以希望大家为别人的健康长寿，就是为自己的健康长寿。特别现在癌症重大病苦太多了，现在什么不流行，就是流行生病啊，那个痛那个痛那个痛啊，那你主动的去做，还是会生病。但是呢，我们生病是什么？来消业障。修行人生病是消重业哦，真的哦。所以你要祈求姑姑来破病一遍。你想啊，我要休三天啊，都要破病三天，安尼都好。因为就那个时间消业障，你总有业障要消啊，这代表我们修行精进啦、啊，无量劫的业障消除了啊。第五，来，富贵安乐，烟供除对他人有利益之外，对自己本身而言，可累积无量功德。佛陀曾在经典中说过，若要成为富有之人，必须先行布施与供养，否则无法如愿。不论是否修持财神法，若未行布施供养，皆无法致富。所以常常举办烟供，可以迅速累积富贵安乐的资粮。要不要有钱？为了众生，为自己不用，对不对？身如乞丐。各位，全世界的钱都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盖个烟供岛，盖个放生岛，一次救一万只牛，对不对？一次救一万只猪，你没有福报，你救一万只猪猪看看，加起来假好戏，光清大便就让你吐血。但是要有福报，那各位不要懒惰啊，二十四小时做烟供啊。像最近有些人说，师傅我失业了，我最近两个月没工作，我都提几啊百回，你打工一点，趁你现在做正工，最好你永远不要工作，就一辈子做吧，你自然有福报，去利益众生嘛，你自然富贵，对别人有帮助，对自己有帮助，为什么不做呢？你要有福报，积这个福报的因，你念一部地藏经就发财了，你念一个药师佛就发财了。你不一直念地藏经要说为什么发不了财？因为你没有布施的因嘛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你拿一亿帮助一个乡村重建几个房子，那你点一支香帮恶鬼城离苦，请问哪一个功德大？真的，但是两个都要做，代表你已经修得不错，修烟供修到有一亿啦，了解吗？有一亿可以帮助他。所以昨天他们带我去看一个房子，书记经常有几页，没问题。我当妈等来做烟供，搁这个窗外看书记的地哦，我看是几啊千万。你可能有法度，你搞看人，我做会搞。我特刚来做烟供啊，但是为了众生，但是我去看什么？我是选择这个房子能不能做烟供去看。虽然经过给我看比赛做烟供，连八关斋嘛比赛，连只阿弥陀佛拢挂这个比赛。这所在更加水，更加好。这袂使，什么拢袂使做，这袂使。爱去种平平平平个都要差，无人甲你差，会使。不能做烟供，不能点灯，
那就再贵再便宜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雪鹰师姐谢明雄帮咱找屏东这地好不？哎呦，宝贝哦，对不对？宝贝哦，哎，你安怎做无人甲你吵，安怎点无人甲你吵，哎，连个火车有可能倒炸声音，对不对？烟阁未吹开一瓶的，那个火车无，哎，那这个好，所以各位以后帮忙找这种土地，好不好？会放火、会放烟、会放生、会念经，或者好所在，阁会使停车，哎，愈侪位愈好，哎。从屏东到高雄，从高雄到台南，好唔好？安尼台湾才会兴啦，才会富贵安乐。即马台湾啥物拢无欠着欠钱，大家民不聊生啊！但是我们要赶快、赶快做给他们发财，好不好啊？靠这笔啦，了解不？靠这贴，这贴爱大力推广，所以真希望印多一点香。大家拢个送好嘛，一斤送五包，安尼啊，叫一工点一支，点完再过来退，安尼啊。然后你说你拢没念，我拢念好啊，我念这边，嗡啊嗡，嗡啊嗡，烧了念阿弥陀佛，我念观世音菩萨，OK 啦，简不简单？简单啊，特别大医院、大学校、大社区、市场、红阿波，大家都要去发心啊。来第六，户所吉祥。三行机关住家乔迁新居，恶疾染身，子女乖逆，家庭不和，生意不顺，以诸佛加持之烟供力，可除尽一切秽煞，令所居之地成祥和福地。所以，人咧做生意，徛家搬新厝，破病子孙无友好，翁仔无冤家，生意袂顺，咱来工作烟供，了解无？隔壁个咧冤啊，竟然插一支伫伊门口，了解吗？迄间生意准备倒去啊，竟然去甲插一支安尼啊！哇，迄、那个老人个咧破病啊，竟然因兜嘛爱插一支安尼啊！对，你歹势插因兜，无插恁兜就好啦，回向互伊。各位，佛法叫对治法，你看到众生有啥物困难，你都要提出方法叫对治法，这个叫佛法。那明明众生在生病，家庭不和，那各位要去帮他做。啊！你插一根香，边个扛一杯水，哇，不得了了，水有八德啊，会富贵。一杯水有功德，等于念100万遍发财咒的功德。所以我想，这些功德各位不断不断累积，不断不断累积啊，然后融入于对方，家家户户。我想，一个菩萨在发愿普度众生的时候，首先要发愿普度我们这条街、这个社区、这个乡里，好不好？这个一定要做到。你要做到，你不能说我规天去台北去外国，我隔壁大家拢倒去安尼，代表你没有功德力，就是讲你给你修行啊，对你的爸母兄弟姊妹拢有帮助，显现出这个功德，对你的家庭有帮助，然后进一步希望这个帮助扩大到他方世界啊，其他众生。但是你要从你的家人周围显现，他们有没有个个在进步，而且这个进步让他们不得不学佛。看到没有？哦，这给你到三江啊，一道关西的所在，有欢迎的所在，你给差两记啊！我跟你讲，希望两造起啊，拢袂冤家，什么代志拢解决。哎，一道讨债公司，一个给欠差两记啊！希望欠他债的都有富贵。第七，来，天龙地旗永护烟供的缘起是在西藏莲花生大士时代，当时有许多的魔鬼。和地神阻碍盖庙，白天辛苦盖的庙，到了晚上就被破坏。而当时疾户堪布，在不得已之下，只好请莲花生大士前来解围。莲花生大士即准备当时最好的五甘露树等物来做烟供的法物，包括菩提树、白檀木、野蒿、乳香、绢帛等树，以虔诚的心意供养。终获魔鬼地神的喜悦，并帮忙盖庙，最后使得盖庙工程顺利完成。后世的人虽承袭了这个方法作为除障增福的最好修法，在西藏几乎所有即将举行的活动都以烟供为吉祥缘起。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，所以尼泊尔
最大的塔，也是这个世界最古老的塔，满院塔坏掉了。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，全部恢复了。那至于这个满院塔，它的缘起是什么呢？就在过去迦摄佛，所以这个满院塔里面有过去迦摄佛的舍利子在里面，啊，是最古老的佛塔。这个世界上是在过去迦摄佛的时候，有一个妈妈，她在养鸡啊，养鸡卖鸡啊，生了四个儿子。那这个妈妈自己知道自己做错，没办法，没有先生早死，生了四个小孩，她为了生活养小孩，就只好做这个行业。但是他也经常跟小孩子说啊，妈妈是养鸡，你们才可以活下来。那等他快老了，他发个愿，我养鸡为了养小孩，我要忏悔，所以我希望在这个世界盖一个塔啊，来做这个功德，来忏悔业障。结果他就升起这个想法，去找国王啊，来跟国王说，我一辈子贫穷，为了养小孩，所以养鸡杀鸡。那国王，你能不能给我一块地，那我要盖一个佛塔来忏悔业障，也希望我的儿女也能够有机会啊忏悔业障，亲自他们盖佛塔，由我四个儿女来盖，然后呢国王你给我一块地。那国王说，那你要多大块的地？那个老妇人拿一块牛皮说，国王啊，就是这块牛皮的地。那国王说，好吧，就这块牛皮你带走，那你那块地你选了就给你了。后来这个老妇人很厉害啊，她知道国王答应，她就把那牛皮啊一条那个皮剪成一条一条线啊，一条一条线，然后这个线就看，哦，够短，那看见一块牛皮的线，你可以弄很大呢。然后就在那边叫他快死之前，跟他儿子说：“儿子啊，国王已经答应了，所以我你看圈那么大，然后呢，你们四个开始努力。”哇，四个儿子为了满妈妈愿，就开始填土啊，慢慢盖。后来盖起来以后，哇，老百姓看到，哇，怎么这么大？他们就去跟国王讲，国王说：“是我答应的啊，他怎么圈那么大？我哪里知道说他圈成一条线一条线啊？所以我不能食言，而且人家盖佛塔也是对的。”所以哇，佛塔就盖起来。但是还没有盖起来的时候，老妇人就死了，含笑而终，往生净土。所以各位，造佛塔功德很大，消无量业障。然后四个儿子更精进啊，然后四个儿子在边盖的时候也发愿，愿我们将来这个佛塔盖成了，消除妈妈的业障，我们个人的业障，将来妈妈盖佛塔是向我们推广佛法。所以大儿子就发愿，我将来发愿做国王，来帮助以国王的力量帮助整个国家弘扬佛法。所以那第二个儿子呢，就发言：如果你做国王，我做经教师，把佛陀的经教讲解啊，然后呢培养出家人。那第三个就说了：你做国王，你做经教师，我做降魔鬼，哎，我会学好各种的法术，消除你们的障碍。前面三个是谁？第一个就是西藏，盖布达拉宫，把藏传佛教扩大的智松德赞国王，西藏的转轮圣王。那第二个就是菩提萨埵，就净命堪布，把佛法从印度翻译好，又带到西藏来。那第三个就是莲花生大师。那既然有了佛经，有了出家人，没有寺庙，所以那个时候智松德赞国王就决心要盖一个三耶寺，就是三昧耶寺，西藏第一个寺庙，那就有鬼神来障碍了。所以障碍的时候，净命堪布啊，就跟国王说：“印度有一位莲花生大师，不可思议啊！莲花生出来的大神咒师、大神通啊，降魔士，请他过来啊！”所以赤松国王请莲花生大师来解围。那莲花生大师就准备要国王准备五甘露啊，包括食物。国王就问他：“我叫你来降魔的，你怎么做这个呢？”他说：“国王，对魔鬼你要对他好，对他好，降服他，皈依他才会护持。”啊，那第四个儿子是谁呢？第四个就是赤松德赞国王的大臣。这个大臣呢，啊，非常的虔诚护持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插曲：当佛塔正在盖的时候，有一只蚊子叮了大儿子的脖子，那一挥死了。死了以后，他也发愿：“哎呀，
愿你将来做我的儿女啊，而且能够学佛。结果所以赤松德赞国王生了女儿啊，叫萨玛公主，漂亮的不得了，十岁的时候就死了。一死了以后伤心啊，哭啊啊，请莲花生大师来救。莲花生说没办法，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，就是过去是迦舍佛的时代，你对这只蚊子发的愿了，因为你打死它啊，你说你来做我儿女，将来让你学佛，这个叫萨玛公主。那当然这他在做的过程有牛啊其他动物起的不好的念头都成为障碍，因为他在见的时候这些牛好，我将来成为魔障碍你如何如何。那当然我是借这个，那明天这个满愿佛塔我要重新开光，所以诸佛欢喜，大家都很欢喜。但是呢莲花生大师呢讲了这个过去的故事啊，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杀鸡也不行，对不对啊，吃鸡肉那当然也不行。所以这里面呢曾经赤松德赞过去也投胎做鸡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过去是妈妈杀鸡靠这个生活，所以他们都跟这个有缘，所以要忏除业障。包括杀一只蚊子虽然发愿没有把这个障碍忏除掉，那也会变成死一个小孩子的业报啊。好，那我们了解了，所以来愿满愿佛塔圆满具足，普度众生。各位下回有缘亲自到尼泊尔去拜好不好啊，那个地方加持力不可思议啊啊！尼泊尔呢虽然比较古代化，但是是莲花生大师亲自到的地方啊，释迦牟尼佛有加持，所以那个这个佛塔24小时都有人在绕，可以满愿。因为这个妈妈发这个愿，四个小孩发这个愿都满愿了嘛，成为赤松德赞国王，成为净命堪布，成为莲花生大师，成为大臣，一直还在护持着三宝啊，一直在推动佛教。第八，来速获功德，布施是六度波罗蜜中的第一波罗蜜，若不行布施，无法开悟成佛。而烟供布施供养，就是我们想要成就佛国所必须具备最胜功德之一。所以我想各种的布施都要花很多钱，但是烟供确实花钱最少，但是功德最大啊，因为他布施的对象是四圣六法，上供下施通通布施到了，通通供养到了啊。你今天每一个出家人，世界上假设有就像台湾了30000个出家人，你每一个供养1000，哇那就很多了，对不对？那就可能做不到了。但是一支烟供香可以上供诸佛所有僧人，下施所有六道，所以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，速获功德。第九，可满所愿。由于烟供具有供养和布施之福德，不能快速地具足及成就行者的习真怀诸四种事业，或诸佛菩萨之加持，并得到天龙八部拥护，引导众生成就解脱，尤其是人世间之诸多恶缘，可得到转心或熄灭，种种愿望亦可心想事成，满足一切祈愿。烟供不仅可满众生之愿，于祈祷文中亦提到往生净土，所以亦可帮助众生脱离轮回。所以做烟供除了上供三宝，下施六道有情，又能够快速成就，每个做烟供的人达到这四种事业成就，习真怀诸。习呢就是痛苦赶快过去，生病赶快好，真呢福报赶快来，智慧赶快开，怀呢人缘好，碰到善知识，公司开业成功，诸呢断除障碍，断除烦恼。所以可以满愿，可以消烦恼，也可以让往生者往生净土。所以各位往生净土一点都不困难，特别我们对他们这么好，为他们点灯供水，放生上供下施，这些众生很感谢啦，然后呢请他们皈依阿弥陀佛往生净土，他就往生了啊，太容易了，所以暂时也太慈悲了。最后一条，速证佛国，据慈心之佛弟子，应每天修习烟供，记住恶鬼道，
地狱道和中阴身，不令一切众生闻香得食向善，如此日积月累地分担如来家业，将是修行者成就的最佳资粮。其烟供无边利益功德，可令修法之人解除累世的黑业，并令障鬼神转为护法神，不再作祟，消除所知障和烦恼障，迅速累聚福德智慧两种之粮。所积聚的福德可使我们成就色身和报身，所累积的智慧可使我们成就法身，来成就佛果位。所以简单的说，做烟供具足所有菩萨道修行的内容，也满足了世间法的福报啊，所以能够消除所知障烦恼障，可以成就福慧双修，可以让我们的法身报身应化成就，几乎都圆满了。但是在这一点，很多人说那我就烧多一点，不见得，观修悲心最重要。如果你认为你烟供只是有限的人的世界，那你烧再多啊，超度还是那个数目。但是你现在的心已经入法界心，真实发菩提心，我对所有众生、他方世界的地狱道、他方世界的上帝，都升起一个绝对的责任感啊、空性。然后呢，愿他们将来都成佛。你真实有这个愿，你点一支香啊，超过别人点一亿支香的功德。所以我想做烟供的功德力，在你真实的观修发心一种责任啊，不是说我妈妈生病，然后我为全天下的女人、全天下的妈妈，不是光这个地球天下，他方世界所有生病的人，都是我的责任，挂在心里面而做这支烟供香，那超过你烧台湾的食物了啊！所以我想在这一点，我想一支香、一杯水，就可以成就，因为就让你发起无量的悲心。所以我们要修慈心、悲心啊，每天要做，哪怕点一个小小的。所以我走到任何地方，我一定做，不能做我就用一杯水跟米，嗡啊吽，嗡啊吽，因为我的念头已经进入啊，进入一切了。但是你要练习哦，这个要真实有慈悲的，真实想要负他的责任了。那你要观察你自己是不是关心自己多还是关心众生多啊？虽然有时候修行那个习性关心自己的还是多一点，还是有限的。那有限的虽然念了老半天，念了很多，然后烧了很多，但是呢超度的少，那这样有一点浪费那个食物，是吧？佛教里面讲的是，然后东西少但是功德大，这个就是大乘佛教，特别是金刚乘。金刚乘就是离开空性啊，就犯戒一样，绝对升起无上菩提，这是不容易的。不是修密乘，这么多藏人修密乘，要达到这个阶段还没几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悲心不够啊，关心自己超过于关心别人。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一定要故意升起这个悲心，才有那个力量。因为我们希望达到效果。再有一个是，各位你负责点，别人点我来念 ，OK， 了解吗？啊，你跟你妈妈说，妈妈，你就可以点一支。像我叫我妈妈天天要点一根，但是我天天以这一根香做整个法界的观修，因为我要孝顺我妈妈，我要达到最高的效果，我妈妈这支香才有那个效果。那对每个人都要一样。如果说我妈妈点这支香我很认真，然后你点那支香我不太认真，那我这个也不是悲心，只是孝顺而已，力量就不大。那所有众生都是母亲，只要谁点一支香，如果妈妈点一支香，我要把这支香发挥到最高，进入法界，就按照我们这上面修了，这个仪轨都写得很好的啊，融入于真实有那个悲心。那所以各位啊，以后大家做多一点，送给亲戚朋友，你在家里已经跟他观修一次，这里面有加入了不可思议的菩提心啊，或是带到法会，我们的法会大家发大菩提心啊，然后就送出去啊，然后每个人家家户户住在不一样，每一个区那边就居所安乐，家庭和乐，富贵安乐，往生者超度，这样慈不慈悲啊？所以
愿各位天天如今天一样的上供下施，好不好？不分时间，不分场所，就是不准无聊，没有无聊的时间啊，没有无聊，没有时间生病啊，连生病要做完再病，我最后一口气做完我才来断气啊，不浪费时间的啊，因为这个生老病死是必然的，但是我不浪费时间啊，所以各位要这样积极去推动，去推动。好，我们来回向，回向以后我们就要去排位回向，然后呢，如果你要先赶回去都可以，那麻烦这三桌啊，各位带回家，这变成甘露，我们替三善道供养三宝，三宝加持六道，所以各位你要带给人吃，好不好啊？因为希望他吃到，得到所有法会的功德，对人道也做到了啊。然后这个呢，三苦道，那等一下还是要麻烦各位把它做烟供啊，让苦道的众生都超度，好不好？你要发愿，三恶道都净空，六道皆脱离轮回，我愿来尽。那你怕别啊，不停止，但是不要被世间的小小的障碍就卡了一下，就杀干困没停，能干困没停，好不好？这个世间障碍可大了。今天你来这边做烟供，等你啊，回修处修料去。那好吧，哭五分钟，不要超过六分钟，赶快去做烟供。我的烤鸭顾别从现在忙不帮助，都要烤鸭不如提了两斤啊，细就细啊，那破病了我紧紧的好起来，安尼啊。但是不要为一点点障碍都在那考，都在那干苦，都在那烦恼。伊那要对我呢，我就对伊好；伊那要对我呢，啊，都在安尼啰嗦啊，我明明咩啊？有些人真的是看不开、吃不落，安尼啊。哎，最多两秒钟，烦恼就要放下。从我拢安尼，你咧我花这时间买只汽水啉落，我都袂生气啊。我即摆连啉落面啦，安尼。因为我没有时间，哎，没时间，我要赶快大做功德观想。实际去做，我不想烦恼，与其烦恼，还不如大做功德，烦恼就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卖去假掉，卖去差掉，卖去干苦掉。持咒打手印圆满后，需要善印吗？那当然，在唐命里面有善印呐、啊，你一念要善印，但是在汉传佛教，他没有特别讲善印啊。那你愿意，你有传承，愿意有人教你，你也打可以。如果没有也无所谓。再来，弟子专心持准提咒很多很多时间，而且专心观想，结果有一道金光从顶门灌入身上，排出黑水等脏东西，结果头上麻麻很舒服，这个就是消业障啊，消业障，不是说什么在通中脉，这个我也不懂，反正就消业障、哎、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心灵，11月20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弘法行程。12月8号星期五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第四届短期出家。12月9号星期六，青山临安尊王千秋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0号星期日，念卢舍那佛
大势至菩萨，持赞除罪一千劫，周仓爷将军千秋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，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1号星期一，念地藏菩萨，卢舍那佛，持斋除罪一千劫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2号星期二，感天大地许真人千秋，燃灯节，宗喀巴大师圆寂日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十万倍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3号星期三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4号星期四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5号星期五，念阿弥陀佛，持斋除罪九十劫，马来西亚吉打佛学院。12月9号至12月15号，马来西亚亚罗士打国际短期出家。12月16号星期六，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持斋除罪七千劫，晚上六点半，兰卡威搭船慈悲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17号星期日，念释迦牟尼佛，持斋除罪八千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九亿倍，下午两点半，兰卡威出海放生。晚上七点，幸运泰寺慈悲施食超度法会，点灯供水药供。12月18号星期一，念定光如来，持斋除罪四十劫，释迦牟尼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乘九亿倍，新加坡第四届短期出家圆满。12月20号星期三，下午四点至九点，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。12月21号星期四，南安尊王千秋，下午两点至十点，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。12月22号星期五，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，下午三点，主题以大悲心立身。晚上七点，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。12月23号星期六，上午九点半，马来西亚新山 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活动。并且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海涛法师日本七日参拜之旅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四月十八号星期三至四月二十四号星期二，共计七日。行程安排：世界遗产、高野山、金刚峰寺、奥之院、前蓝大塔、大阪寺院参访、比瑞山、大阪神户古寺等等。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 02-2550-9900。生命点是海涛法师2018年日本世界遗产高野山
比瑞山、京都古寺，暨西国33所、关东观音林场参拜之旅15天，恭请海涛法师领众。日期4月18号星期三至5月2号星期三，共15天。行程安排：世界遗产高野山金刚峰寺、奥之院、前蓝大塔、大阪寺院参访、比瑞山、大阪神户古寺、京都唐招提寺、滋贺县琵琶湖宝岩寺、三重县伊势神宫内宫外宫、静冈县九能山东照宫、横滨市总持四本山等等。报名专线请洽台北生命道场，联络电话02-2550-9900，02-2550-9900。灯雪暗，
护持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成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